第八题，甲申每解三题，人对两题；乙申每解五题，人对四题。今两人同解一题，且两人解题互不影响，则此题被解出的几率为多少？那用全部的几率去减掉解不出的几率，等于一减掉甲申每解三题能答对两题，因此解不出的几率是三分之一；而乙申每解五题能答对四题，那解不出的几率，也就是错一题，是五分之一，等于一减掉十五分之一，本题等于十五分之十四，选 D。